瞎子，我来看你了。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叫黑瞎子就行。八骏日行三万里，吾往何时不出门？可惜啊，他再也没回来。开怪，那就睁不开，你会死的。黑眼睛为什么要替我去探路？他也要保护你。哪怕你回不来，我得管你的死活呀。为什么？猫咪会变成小小的。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？你要是控制不了情绪，我会让你永远留在这里，谁都不会知道。我看你是没事找事儿。找你还活着，这一单有点长了，你得欠我一千铜钱回来。就你这个样子，阎王爷是不会收你的。像我这么善良的人，肯定能活着回来。下次接活，能不能不来这么冷的地方？